嗨，大家好，我现在是在有名的圣桥。那我们看到这是圣桥，那这边就是最有名，可以照到那个 Tokyo Metro， 就是东京地下铁跟那边中央线的车。过去那个绿色的桥，就是往那个秋叶原 Akihabara 的部分。那这个也是我第一次来这边踩点，而且它最重要的是，它这个景点啊超棒的原因是后面就是孔子庙，而且我刚刚有进去孔子庙里面，是它那时孔子庙建立的时候是由那个台北市的狮子会下去一起做的，然后好像花了还蛮不少钱的，主要也是促进台湾跟日本的交流呢，也是要培育人才这件事。那我们先来看那这座圣桥的样子，真的是拱桥的样子。那最有特色是那个 tunnel， 就隧道的地方。你看，现在一台来了，一台。马路呢？我记得。那今天天气超好。我来说一下今天时间，今天是2022年的3月9号，所以已经快接近春天的日子。所以陆陆续续都有开梅花。那这个影片就是来看看这边的铁道风景吧，大家请看。好开心哦，终于来这边拍到这个就是大家知道的铁道的拍摄好景点。那现在就是橘色这一台要出发了，我们来看吧。